郑同学的本身在逢甲夜市那边打工啦，所以今天介绍逢甲的美食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好，要介绍哪些呢？这个是将军卤味。你别给我卷舌，好好讲一下。将军卤味，黑松吧。将军卤味很有名，对，还有那个茶叶蛋，外地的都一定知道。为什么茶叶蛋会有？茶叶蛋什么特别？不一样吗？它那个经过啊，它那个摊子小小的，那经过那排队排很长，你有时候都排不掉。哦，是特别的地方。它那个香味，它那蛋黄不会很干，真的感觉上很漂亮。你看看煮的，哦呦，有层次啊！我吃一口看看哈。好酷哦，它的很香，它蛋白居然是 Q 的，它那个真入味耶，而且它不是吸感那种，它是香，整个蛋白全部都充满了那个乳汁的味道，它那个一般这样一般的茶叶蛋真的不一样，因为它的香气是。很香哦，整个冲上，排队才吃得到哎。而且曹子姐那个店不起眼到，就是你经过你会 pass， 然后每个人至少会买5颗，通常一个人都买好几十颗这样走的。就你吃完之后，你就说还要。嗯，好吃哎，好吃。第一个蛋就把我们打挂了，真的，怎么会厉害啊？啊，这个将军卤味哪一个一定要吃？这个脆肠，脆肠对，但我不知道，它这个是。只有台中有，然后他们有已经开就是很多家店了，然后但是他们全部都是就是自己卖，然后都没有就是加盟，就是对，都是祖传。它卤的是比较有一点甜味的那种，哦对，中南部口味有点甜。它价格虽然不便宜，就是偏高，但是排队都还排很长，这是他自己很得意跟我说的。谁想吃啊，高中生？不要再，博翰来来来，博翰来来来来，可以用手抓就好，手抓手抓，来，还有马上就吃糯米酱，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好入味哦。有去过逢甲吗？试试看。有。有吃过这一摊吗？没有。太幸运，很入味哎。好吃，好吃。好，先回座啊哈。好，另外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就是那个财神爷卤肉饭，它很便宜，小锅短碗，它这一碗啊才25块，然后这10块10块，啊，这小菜才10块钱，对，而且它小菜超多的，然后它这店是24小时的，他们店已经开了3代，就主要是他们第一代的时候啊，他们连桌子都没有，然后就也是一个小店面，然后它旁边有一个桥嘛，就是河，然后客人全部都趴在河那里吃，好好，有的时候那个趴在。雨太大，客人还会被河整个冲走。喂，没有很大。我跟你讲，哎，我们吃不好看，我找两个小美女来吃。来，球球跟薇薇啊，球球有一点韩国女星的味道哈。来，薇薇也是。哎，没有，两个汤匙给你，我已经帮你们弄好了。来，吃看看，两勺刚好都弄好了。来，开心哦，妹妹，怎么样？他也曾经有污染的，他那个猪的那个肥肉不会说太油腻，哦，就是融在你的嘴巴里面。讲得太好了，有寒心的感觉的，我觉得很香。讲得太好。哎，有这么好吗？有啊，好好，那给他们一点鼓励。是是是，两位妹妹请回座。来，阿嬷不想吃吧？啊，那就算。虾球也都来呀，好，饿了哈，高中生真的这个时候一定都饿。对呀，都穿着学生制服。怎么样，阿妈？你不演吗？你学弟，正经一点。那肥肉很好吃，就是就不会觉得太，真的也不会觉得太油腻，就感觉就是很配合那个饭那种感觉，就其实你知道，当你饭加汤汁的话，是有那种就有滑那种感觉，然后配上然后肥肉再加上去那种感觉，它就很好吃，就是很顺口，这样很顺，好会讲，谢谢阿嬷。来，终于你要吃哪一个？你说卤味吗？还是什么？然后卤味，自己用手来嗲一个吃一下。他选豆干，好可爱。那边还有鸡肝呐，哦，百亿。超好吃，有汁。给谁有力？还好，害羞吗？你拿。来下球，来来来，要什么自己拿。超像的，哇！豆干脑。唱个歌吧。猪血糕。那个吃什么？洋葱啊。唱一首《背叛》。
大家觉得宅男最多的是哪一所大学呢？哦，交大。哦，詹姆士，你说的是一定是交大，因为我认识很多同学，他们就是学校旁边什么都没有，然后他们网络很快，所以每个都宅在宿舍里面，男生女生都一样。准不准呢？行公布，我们来看看，清华、交大加台大。他们网友票选他们的原因呢，选择这个清交的原因有说，感觉学校男生穿的衣服一年四季都同一套同一款，都泛黄。对，那选择台大的呢，只有有人给了三个字，叫做书呆子。好，鱼皮有没有话要说台大的？其实如果你说书呆子，也是有啦，但是其实就是还是有很会玩的啦。鱼皮有一直在换衣服，对，不是只有一套衣服，对哦，而且还会耍双节棍，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哎，有带来啊？哦，来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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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带过来，好棒哦，终于用到了，你怎么都带？感谢陶大姐。错了，台大潮流嘛。哇！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大家觉得说哪一所大学的怪咖最多，哪一所大学的正妹最多，高中生有独到眼光。